Hello， 嗨，我是明杰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以伦。好，现在是帮选手们催票的时间，我们在休息室里面。没错，9:50就要开票，但是其实距现在还有4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这个白金 QR code 呢可以一直投一直投的。黄金 QR code 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是你们的最后机会，支持你们爱的歌手。今天总冠军可以唱他们完整的新歌，这是非常好的打歌机会。那我们就依顺序来让他们来跟他们拉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第一位上台的我们的何念慈小姐，金念慈恩。Hello， 来，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就是告诉粉丝，让他们帮你催票？爱你们，因为你今天是唯一一个在台上有跳舞的，对，而且唯一最冷的一个，对，就是刚刚在现场很冷，然后很紧张，很冷嘛，对，为我们带来很性感、很漂亮的舞蹈的表演嘛，那让大家催一下票。他很冷，对，是我们很沸腾的，哎，我们男性的血液很沸腾。我们热就可以了，没有关系，热就好。自私的主持人。好，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刚才的表演，然后投我一票哦。多讲一些些，因为这是我们多讲一些些。其实这一张是我的首张 EP， 然后这张 EP 里面呢，然后它是非常可爱的一张 EP， 然后里面的曲风非常的多元化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一次的作品哦。好，多多支持和念慈，他好香哦。好冷，就刚好在旁边，然后刚好的，哎 ，hand tie，OK， 来，我记上 hand tie，hand tie 我记上，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第二位，我们很可爱的发型的卓佳 ，Hello， 好，刚刚带来这个他的歌曲，还有吉他版的这个小苹果跟 PPAP 嘛，来跟大家吹一下票，一句话，一句话吗？一段话。PPAP， 这是最后机会了。那就如果你喜欢 PPAP 我的改版的那个版本，或者是你原本就自己有 cover 过的话，那就请你投我一票。哦，对，这个有创作能力的粉丝来催票一下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卓佳，歌非常好听。好，第二位我们的酷哥啊，酷哥邱风泽，风泽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请帮我投票，所以可以听到我的非常好听的歌曲。唱歌非常好听，分开的学问。他真的很酷，他就讲话都一两句而已。对啊，没有，你要多讲一些。而且他的嗓音就是很有磁性，对，有磁性那种，女生爱死了。对，是不是很常交女朋友？哎，问太多，问太多，催票时间，催票时间了。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投票支持我的第二张创作专辑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所以有人在吗？你有找到他吗？就是敲门，就是有人在吗？然后有人回，或者开门。现在敲一定会有人，很多人要回啊！有人在吗？有人在的话就要帮他投票，好不好？一票人冲出来，好不好？一票人把他的喜剧之王也唱得非常好听。好，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压轴明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好听哦，唱歌好好听哦。好好听哦，果然是比赛出来的。没错。跟大家来催票一下下吧。好，我刚唱的歌曲是我首张专辑的同名曲，我不要再比了。Mm-hmm. 然后，其实主要就是也是要告诉大家，也不用，只是跟自己比就好了， mm-hmm. 因为。做自己最开心。结果想不到你现在还在比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你的心态啦，心态改变就好。对，加分题《漂洋过海》也很好听。哦，对，谢谢。对，就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，多多支持刘明湘，明湘投票。哎，好的，所以我们刚刚四位歌手已经拉票完毕啦。其实大家都好像。不太想多说什么，对啊，对，大家想说，哎，反正我听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候，我的歌已经唱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投我？他们是竞争的，没错没错，不愿意在这个村子上面多说些什么，对，那你自己应该也有一票吧？我们先不问，我们先不问，我们自己其实心里又投了一票，我们刚刚也在吻我，对，不是你，还嫌，好，好不好？投下你至高宝贵的一票，给你最爱的歌手，9:50决一死战，白金 QR code 可以一直投。刷下去！今天最后赢的歌手呢，可以在那个舞台上面表演自己完整的对完整的歌曲机会，一定要投票，记得哦，拜拜。